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火车受到凯米风台的影响，嘉义的南靖到台南的新营这个铁路暂时无法度通行。目前这个嘉义到新营先用公车来接送，另外代替花莲的路段，自从四月初三大地震了后，至少已经断路断四界，所以交通部嘛只是代替来评估，看是不是要来改善路。透早，嘉义车头外口拢是客运的，因为代替嘉义南靖到台南新营路段，铁路桥路基老了去，只好派客运来接人。市民如果坐火车到新营，就是它就会比较不会有塞车的那个状况。但是你如果坐游览车接驳，它可能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路况啊，可能花有半小时以上。我是今天去那边买票才绝对会耽误。上班的人都爱较早出门咧，赶快受到凯米风台影响，铁路继续咧抢修的，还有北回线的河仁到中德段，铁轨路和土石啊砍掉咧。凯米风台挡上东部的铁路，因为控诉控什么地震后，土石啊较松，大雨一日来，都可能引起土石流。交通已经断四摆，台铁嘛决定要改路线。你距离长可以高架，因为那个你火车要有缓坡慢慢上嘛。你不能太陡这样，所以它一定要有一段距离。专家建议，河仁站沙埔的路段，因为海岸线长差不多是一两公里，国际化的可能性较高。其他路段溪谷较不遐远，只能往中央山脉刷叮当，用拍棚卡方式，估计整个工程时间差不多要七八天。所以改线的话，你不可能往东边、往太平洋这边移，你唯一办法就往山区里面移。那往山区里面移，它就没有腹地了。就是山，所以你将来势必要打隧道，要两边的隧道都要改，不然你没办法去改线啊，因为你要直线嘛。针对这点，台铁回应讲，已经启动相关灾害路段安全评估作业，会全面检讨危害风险，估计113年底会提出初步评估报告。有关和土石啊坎坷路段，台铁会加派人力。持续抢通，估计伫八月初三就会当抢通，东正线会使以单线双向方式营运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